他们想跳的舞蹈来呈现。是不是有号称陈汉典要表演什么街舞啊？有 freestyle 就可以了。可是你要跳以前没有在康熙跳过、哦。当然，完全不一样，猛男秀啊，所以哦，真的吗？老师音乐来我就跳了，哎呦厉害、啊。可是是不计分哦，你就表就表演了，就是慈善性表演了，有效果哈、哦。加油！手指这里。真是服了你了，夸张搞笑的表演竟然获得满堂彩，真不愧是抢戏一哥啊。哎，还不错哎。 Kimiko 老师他是不是他舞蹈很好啊，好厉害哦。对啊，因为他的那个拍点都抓得很准啊。对，而且他背部很灵活哎。有以前有练过。可是融入这种谐趣的舞蹈讨好吗？看对手是谁，如果是小众的话就完全还没公布成绩不一定。我刚才看老师偷看了我一下，有机会的，我跟你讲，起码先把他干掉、啊。其实评论 list 的绯闻要问一下吗？你跟陶喆还有通消息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朋友会通消息啊？就朋友。还有单独去吃个饭什么的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陈汉典，快点来问几题了。如果没有说实话，他会一直闪。老师哥，老师哥吗？没有说实话。新发明的道具。再问。有去过陶喆家吗？有没有去过陶喆家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老师说，不说话，不说话。有去跟陶喆牵过手吗？在演唱会。在演唱会。只有在演唱会。真的、啊。有跟他一起吃过饭吗？有。哎呦，有跟陶大伟吃过饭吗？对，有吗？也有。哎，你比我还早看到对方家长哎。那大家朋友，我就全家一起吃饭哦。没有全家了，就是陶爸爸跟陶朋友。上次Liz来的时候有说过，说他希望年龄跟他的靠近一点的。可是他几岁？我24。24，那也没有很小啊。我也24，哇，好接近哦，一样的哈，一样，好巧、哦。牵手，啊，牵手，那你就比那个陶喆还快，啊，牵手，哇，历史人怎么这么好啊？你人太好了，不用跟他牵，没有关系，他很习惯受到打击。老师呢，先讲一下他们觉得谁的潜力比较棒。好，胡老师，如果你要收一个学生，你会先选谁？应该是小众吧。我很有希望。Oh, yes， 老师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可是胡老师，那个学生的年纪如果比较大，不会影响他学习的能力吗？现在的学习的那个年龄层是降低了。但是就是说，只要他有心，想。把这个舞蹈学好的话，其实跟年纪也没什么关系。那你教舞除非他比赛，所以超就是说没有说什么年纪越来越大，骨头越来越硬这种事情。骨头是可以训练的，肌肉可以训练的，跟骨头没关系。每天跳筋就会越来越软吗？会。对啊，严谨是不是有被老师拉筋拉到鬼叫？我每次都鬼叫，因为我筋很硬，我就每次被拉筋，我就是整间学校都不用上课。你就在教室里鬼叫啊？对啊，就是。好像杀猪这样子啊，那别的同学不是很尴尬？就一直笑啊。可是长拉筋真的好哎，就他们说筋的柔软度跟你的健康是成正比的。就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行哎，筋超硬的。你拉我拉看看。好，我只要这样坐着。嗯
我拉不下去。哇，你好硬哦！他的脊椎真的硬。不可能吧，李延静？他又有这种训练，我也是，我都没办法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我只会下腰，我不会。你根本是砧板啊你！怎么会？他完全这样要怎么练？可是我前面没办法，我后面可以耶。啊？我后面很好。哎，他下腰用，哇，奇怪，他前面不行，后面行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还是不错啦，对。所以他的怪是长反了，我觉得是。好，那老师们手上有牌子对不对？有。所以今S 老师也列入那个。我也可以评分吗？你刚才不是整集都在评分？四位演艺圈的武林高手在康熙拼得你死我活的，究竟是一号勇于挑战自我的例子？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二号小钟，还是三号动感十足的何嘉文呢？又或者是性感热情的四号李延景？谁能荣登今日康熙武林盟主的宝座呢？好，那我先看胡老师，你会选哪一位？哎，严谨，哇、okay ，谢谢老师。严谨得到一票，因为老悲伤呢。哎，我有两票同分。好，那就两票。小钟跟严谨，为什么是为什么有小钟？因为我觉得表演有很多种类，那如果说要让人家印象深刻，像严谨就是因为身材好，那他有表现到他的优势，那小钟也有表现到他的优势，就是好笑。好笑，我跳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笑，老师很难了，你叫白云来跳看看，真的啦，这个难度很高的。好，目前严谨领先一票哈，那最后呢掌握在 S 的手中，印象深刻哦。恭喜严谨和小钟两个同分哦，欢迎你们下。